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跑还是你会跑呀，兄弟？他只能第一个。就是一定要注意，你一定要注意幻象符啊，朋友们。就是如果对面有幻象符，你的极冷可以被幻象符解掉，然后他就直接走出来了。尤其是像紫苑，紫苑也能被解掉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我操，是我太强了吗？零杠二，零杠三，我操！真的强！我替了，我替了，我替了。我中单呀，兄弟！我刚杀完中单，我靠！我是中单呀，我本来不应该替的，我替回来可以了。走，耶！谢谢充钱少年的飞机，感谢感谢。还有一些更有钱的，有一些是上市公司的老板。哎，给老子送头了！我就想工作好一点，多点室友看我就好了。算了吧。哦，操！听我吗？听我吗？西巴，我靠，啥的，换他呀！哎，我操，你在干嘛？没有，我一刀砍砍了。我踢中了，踢中了。得要把羊杀杀迪法和蓝猫最好，还是出大晕，大晕最好用，因为桃七羊刀控不住这个逼，我靠。大佬一套的，我这样，我这样。还好我他这个逼他妈来野店换粉，我他妈来野店拿林肯，我操！手够剑就这样了。
手够贱就是这样，我手就这么贱，什么天才，打完再抽最后一次甲，九九八十一，89什么时候开始背就很奇怪的。我他妈受了这么多年的素质教育，我反正我是觉得这种人是很奇怪的人。比如说你 A B C D 你这么背，别人他妈什么 Z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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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后面背的，他妈很奇怪的那个，反正我受不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背不了，我也受不了，好吧。人和人不能一概而论。不是，这他妈的又不要手速，这玩意儿要手速吗？切个球，我靠，我都嫌技能切的少了。兄弟，你真有这个功夫，你不如他妈把这个精力你放在对线补刀，就抠那个10点血、10点攻击和5点攻击还有2点攻击之间，就是你能保证你多2点攻击，你就能压着比你少2点攻击的人打。你能把这个细节做好了，那你中单你就是一线中单，兄弟，这玩意儿是一线的。兄弟的方式就他妈错了，我靠，砍死他，砍死他。什么鬼，兄弟，比卡尔需要手速的游戏多的是，我靠，一捞一大把，我随便叫几个你们可能都玩不起来的。你像拉乌利乌那个音游，就抄那个手机的那个，比玩卡尔需要手速需要的多了。
少崩吧，看着打。刷到谁了？都没有开始看。一万难。舍命保熊啊！你妈逼，保小的，我操，小的妈好关键。你吃到 A 上了吗？知道。没办法，小的他妈死炸了。Oh my goodness, no RPU. Come on, baby.
熊死了。这一波怂了，他没有补 link 了。刚才那一波他怂我了，跳走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跳走以后就没有补 link 了，这一波加个四级兵回不起。还能虐杀别人，他就不应该跟我对点，我跟你讲。
抛去。哎，你妈了个哎哎操！操！这玩个屁哟、哦！上来被一个幻血，他妈加一个女王大秒了，我屌你妈了个逼呀、啊！他有 BKB， 他有 BKB， 分身都是次要的。他他妈这个逼有 BKB， 我不开 BKB， 我被他唤醒我必死。这个有刃甲，这个。这逼为什么这么玩？我刚才还在看弹幕，这个逼跳上来，这么一砸，我操，他妈的把我看到惊呆了！吸魔大法，吸 ，rap， 没拉化血了，拧的如同干布，怎么这么刮？刚才是不是先给你打？哎，可以啊！哎，他被反补了，这个兵被反补了，他死不了了！我靠，什么屌东西啊！哎，这一段勾到我！哦，哎，这逼看不起我，咋了？